中文演讲国际大赛决赛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台华语组节目的主持人，我是 Claire。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英语节目主持人阿勇。刚刚我讲了一长串啊，这个我们演讲的主题叫做行行出状元，台湾百业 cosplay 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一次的主办单位非常的精心，我们选择了这个主题要挑战我们今天的参赛者，就是呢希望我们这个参赛者呢能够装扮成台湾的职业，各行各业呢来比赛。当然呢他们还要融合说学逗唱来做这个比赛，而且呢还要将台湾的这个独特的元素呢融入到他们演讲里面，不管呢是美食、文化、风土民情的这些缺一不可啊。对啊，不简单。所以我们今天好像也不想要缺席，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但扮演的角色是？你看不出来吗？我是中华民国陆军小阅兵阿勇。掌声鼓励鼓励。那当然呢，我自己也不想要缺席。你看得出来我是谁吗？我猜应该是邮差吧。邮差，而且呢，邮差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没错。哎，这你知道吗？我们中央广播电台每一年收到200,000的来自我们一个听友的来信。200,000听友的来信啊！掌声鼓励一下。辛苦的邮差大哥，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呢，我们今天这两个角色还不够看。因为呢，今天我们的参赛者呢，是从初赛到现在呢，经过近百位的这个海选优胜出来，晋级到决赛的，而且他们来自于全世界各地。对，今天这个赛事现场也可以是一个国际的盛会，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比赛呢，当然就要比较国际赛事的规格。等一下呢，我们的参赛者就会跟着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呢，跟选手出场，我想大家一定都非常的期待。不过呢，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欢迎我们今天在现场与会的贵宾。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主办单位中央广播电台张荣恭董事长，欢迎董事长。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汉光照基金会的董事长，欢迎。关心也支持外籍朋友，还有呢推广台湾文化不遗余力的文化及教育委员会召集委员陈碧涵陈委员，欢迎。欢迎。在我们现场呢，同时也有我们这次的指导单位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司的司长田佑安司长，欢迎。那你知道吗？我们这次活动是通过很多国外的友台的帮助，对，所举办的非常国际性的赛事。所以我在这边想特别欢迎这位 PCJ 广播电台的总裁长 Peter Ron。欢迎 Welcome。We are very special welcome to Peter Ron。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参赛者呢，都会有非常精心的打扮要出来，所以呢，我们就不多等了，一起来欢迎今天所有的参赛者吧。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参赛者，请给予热烈的掌声。首先呢，我们来欢迎我们来自英国的小绅士安舒婷，安舒婷小朋友带着我们非常可爱的公式包出现了，真的是小绅士。今天是德国的雷吉娜，还有我们日本的白井炫奈一同出场。雷吉娜呢，是我们2013年台北捷运形象广告的女主角。白井炫奈呢，则是我们本活动唯一呢从这么多的海外参赛者为我们出的选手哦，他们从日本来参加我们的比赛，非常活泼哈，谢谢，非常可爱。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印尼的小美女佩芬，还有来自塞浦西亚的樊林跟威特。对，这两位好厉害，他们杀气好重啊！他们学中文才8个月而已，8个月就可以来参加，好勇敢。接下来呢，
然我们要欢迎的是可爱的小姐姐吴江柔小朋友。
请给我们的摄影大哥拍个照。林木雄大呢，目前是在湛江大学当学生学中文，那么霍明泽呢，则是在云南呢担任英文老师。非常有趣的一组，所以大哥要记得多拍几张，谢谢，谢谢。好，这个帅气的林尚义会带我来自我们两个邦交国家彭博拉斯会和尼米加的两位，欢迎马维斯跟朱尼利。我们的尚义呢非常的害羞，所以呢请现场的观众请热烈的掌声，也给他最大的笑容好吗？来自非常热情的国度，感谢我们的热情，我们要认输哦，谢谢。好的，最后呢，我们要请可爱的魏子萱小朋友，子萱来到台前，他将的现着一样是我们的邦交国布吉纳法索的朋友们，南杰杜还有宋宝烈，一起欢迎他们出场，欢迎。他都盛装打扮，这个盛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威武，谢谢，谢谢。好了，这个我们刚刚22位外籍小朋友，这个非常每一组的都非常的精彩，所以呢，我们再次邀请他们上台好吗？请我们的参赛者22位的外籍朋友们，我们一起上台来合照好吗？你们的服装实在太精彩了，不拍照是不行的。来来来，当然呢，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邀请我们的我们的贵宾主办单位彰化广播电台董事长张荣峰董事长。汉光教育基金会宋旭东董事长、文化部司长田佑安司长以及我们陈立恒委员一起上台一起合照。当然，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了，所以呢，也邀请我们的小朋友一同上台哦。大家来一起拍个照，记得要给他们一点掌声鼓励鼓励哦。这时候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布条往前。这个拍照的时间呢，哇，巨星云集的感觉。运动好吗？好，好，我们大家来一起手牵手。我们现在呢，就要把这个画面弄得更活泼一点，所以我们要喊口号。对，请大家一起手牵手。牵起你身旁的人的手。没拍谁。好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喊口号了，要注意听哦。口号是，请大家先把双手举起来，一起高喊：我爱台湾。我爱台湾。再来一次，我爱台湾。国际赛事，所以呢，一定要再多一个版本。对，哎，我们来一个闽南语版好了。闽南语版，现场观众一起来，可以吗？我用台语好不好 ？OK。那我爱台湾的台语叫做“我爱台湾”，准备好了没？一、二、三，我爱台湾。非常的热闹，谢谢我们的小朋友，谢谢。再次鼓励一下我们的小朋友。